真理，马上要把这个圣经节给他看，给他看。希伯来书几章几节啊？二章十二节。临前呢？这个最好记啦，二十二，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对不对？他说什么呢？许多的弟兄在会中，我们这许多的弟兄要站。然后呢，临前十二章十二节，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许多肢体，我们是同作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一同作肢体。一个，你若带一个同学的就说，要马上给他上这个，因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什么？神的许多的种子，产生基督的许多什么肢体？种子、肢体、肢体、种子，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接班弟兄，他更得救了，他反应最快。你们都没有他反应这么快。他说完全对了，肢体种子，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肢体种子，为了基督产生什么？肢体为了神产生什么？种子。不错。好，这一段呢、啊，大概就可以过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八分钟就，时间应该过了吧？我们是第一堂是到几点？到六点啊、哦！我们中间不休息，一直到六点，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本来打算这个把它讲，我们这个有两次。在一个地方开展的时候，早上的追求啊，我就在弟兄姊妹读这个，读这个啊，然后呢查经，一处一处的圣经读过，一篇大概要花两个多小时，所以我们三点啊，可能到五点半才会结束。然后呢，第二天呢，从五点半要到八点才能结束，再两个半小时，可以吗？可以，到六点就结束了，到六点就结束，我们尽量。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跳过去。我们啊，还要再来到第二个重点。所以你们很清楚，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为着什么？为着肢体，为着基督产生肢体，为着神产生种子。我考试一下，姊妹，你重复一遍，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很像我女儿，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女儿怎么在这里？不相信我拿照片。对不起，把你打岔了。我说，传福音的目的是为着基督的什么？为着神的什么？这两句话。阿们，还有呢？为了神产生种子。阿们，不愧我的女儿。感谢主。好，我们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谁够资格去传福音？谁有资格去传？谁有那个资格？有那个权利？有那个身份？有那个地位，有那个权柄出去传福音，这是第二个。By 借着什么呢 ？Gospel priesthood。Gospel priesthood 是什么呢？福音的祭司体系，或者说福音的祭司团。借着福音的祭司，所以我们必须是成为
福音的祭司团里面的祭司之一啊，一份子。好，彼得前书一章，二章节九节。要不然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句话念一次。谁？你们轮到谁？All believer 这一句念一次。所有的信徒怎么样？被拣选、蒙呼召进入圣别的祭司，这是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跟九节。好，五节我读一下。
是敬拜和侍奉神和带领其他的做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对，很好。祭司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是什么？ Priest, the first work of priest is worship. The first thing, worship 是什么？敬拜。And second, serve God, 侍奉神。And third, bring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Bring up, 就是带领你所带得救的人来做同样的事。谢华弟兄，你知道吗？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哦，我们得救了哦，我们进入一个叫做祭司团。所以啊，我在祭司团里，你也在祭司团里。因为祭司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敬拜，第二侍奉。第三呢，对，那你就是其他人，因为你刚得救，所以你现在啊，你有份于我们的祭司团啊，报一下，他成为我的祭司团啊，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去传福音，你有没有好的朋友？有一个有啊，谁是你？哦，一个志峰，感谢主，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王毅，王毅，没有，完了福音再报。没有，虽然他见面就报，打招呼就报啊，先可以。你听过福音吗？有，你说你应该说我已经得信，我是基督徒了。哦，感谢主！你看，他也是基督徒，建华，他今天得救了，所以他也是基督徒。你们报一下。啊，你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本来是要跟你传福音的，因为我们得救之后啊，就成为神的种子，你知道吗？啊，成为基督的肢体，你知道吗？也成为祭司体系的一员，你知道吗？知道哦。那祭司体系啊，要做三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出外宣报神的美德，就是去传。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传福音？好，我们去传福音。你们好朋友。信的人啊，他说 and， 英文有个 and， 并且信的人，并且这信的人事实上就是指前面那个信而受浸的人。我如果这样解经啊，那可能打破头脑了。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刚得救之后啊，他如果清楚得救，信而且完了，你相信你受浸，对不对？感谢主。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后面就说，信的人呢、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神迹随着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出去的。所以最后一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我们出去到处传道，只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接着我们出去传福音啊，这些圣经就说，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呢，就怎么样呢？
就怎么样？有什么？大声一点嘛！哎，我去传回有神机随着哦，有神机随着，而且怎么样？主怎么样？主与我们同工，感谢主。我们出去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工，而且有神机随着，有鬼就赶，有病就医，对不对？感谢主，主给我们权柄，我们要运用信心，好。听说你身体不好，没有什么病吗？腰酸背痛，腰酸背痛，知道吗？我们主耶稣是大医生，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吗？我们来为他祷告。主耶稣，把你爱心交给你，给他心灵的心思，好吧，带领他，使他得救，得着心灵的灵，刚强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哦，主耶稣，弟兄，哦，主耶稣，我们的智慧，阿门，悟性，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今天祷告成功，不错。信耶稣的祷告，感觉不错。那我们来信耶稣。好，可以去收金。抱歉。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应许我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交给他，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主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这个权柄有传福音的，这个权柄也有教导神话的，这个权柄也有赶逐污秽的，这个权柄也有医治的。今天基督教传福音呢、啊，忽略了纯正的福音，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他们反而把那个证实神所传的话那个证实啊拿来当主要。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医病的福音。事实上，马可这里是说，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迹是随着我们。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看最后一句话，对，所以重点是神的道，重点是神的话。神迹、疫病、赶鬼是证实我们是神的话。特别是在外邦偶像地区，你知道吗？偶像的地区就是满了邪淫。所以你如果不运用这个权柄，人很难看见，很难得着证实。所以很多人异教徒他转向主，他必须借着看见神的能力，然后来接受神做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特别是我们去乡下传福音，还有对异教徒迷信的、拜偶像的，我们也需要应用神的权柄。所以我们呢在乡下传福音，如果遇见常常他们会说啊，请你们帮我祷告，牧师请你帮我祷告，我说我不是牧师，我是弟兄，我们可以帮你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你们我们把这一段读完，接着呢，下面一段。
man. Very good. Try to explain. 祭司的职分就是每早晨要得着复兴，来到神的面前接触神，并被神充满。阿门。非常好。在下面，这个下面就是刚刚第九节，以前二章九节。可以，我们下面去。The reason大声一点，念大声一点。超越你。出去访问人，然后宣扬神的美德，召他们出黑暗。当我们所接触的人相信并信服福音的时候，祭司就是把他们带到神 ，bring them to God， 借着祷告和受浸把他们带给神。好，下一个。就念到大家都听得到。Holy Spirit. Try again. Repeat again. 再一遍。Keep going. Over believers to God as living sacrifices. Sanctified. Sanctified by the Holy Spirit. Amen. 好，读完。Nourish and perfect believers to persons and full grown in Christ. Amen. 好，这里就是说，我们做祭司的，就是尽这个职分。尽这个职分是什么呢？是把得救的人，使他们不信者成为信徒之后，我们把信徒怎么样呢？献给神，当作活祭。这些信徒乃是圣灵所圣别的。然后之后呢，就是第二步了，就是生之后呢，要养，要教，要成全，使他们长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长大成熟，使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我们可以把他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献上，这个就是祭司的侍奉。所以祭司的侍奉第一步要去生，然后再养，再教，然后呢将他们长大成熟献给神。一步一步的，这个每一步都是当作活祭献给神，使神得的满足。好，最后我们呢 The way to be God to forget some for God。那这里有两段，头一段呢就是预备的地方，有三个点。第二段就是当你出去接触人的时候，有四件事要注意。所以头一段的预备有三件事情。第一，一起读好了。Pray and read the world to be strong in spirit and rich with the word of God.Through the daily morning revival. 好，第一点是什么？这是第一点。借着什么？诚心。所以，祭司啊，祭司的生活第一件事要建立诚心。你没有建立诚心，你很难很难做祭司。对，借话就行。你得救了，对不对？我们一起做祭司。
你有没有成型？还没有。我可以跟你成型吗？没有，还未来。第一件事，你自己要诚心啊，就叫陪诚心，自己诚心的做了。那么诚心做什么呢？就是借着祷跟读主的话，使我们呢、啊、在灵里怎么样刚强，使我们呢、啊、借着神的话，并且借着神话的丰富，在灵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享受神的话，所以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诚心享受神的话，对，使我们在灵里刚强。在座的亲爱的祭司们，你们，你们有建立诚心的请举手，还没有建立诚心的已经建立诚心的，借款弟兄，你是举手还没举手？好，没关系，因为你已经跟我要诚心了嘛。帮助弟兄可以诚心，所以诚心啊，一个人很难，最好有同伴，要有诚心的同伴，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好，第二点 ，make a list。一起读 ，make a list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OK， 就一句话而已。这句话什么意思？把你的同学，把你的亲友、朋友，把你的亲属，做一个什么 ？make a list， 做一个名单，把名字列出来。就你要在主面前寻求说啊，哪些人在我心中是浮现的？是你给我有负担，或者我周围的同学有哪些人啊？特别是那要好的朋友还没有得救，我得救啊是借着一个同学，他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我们高中三年在一起，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耶稣，我真是气死了。他从来没有跟我传福音啊。那你知道我怎么得救的吗？我得救之后，就是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联考放榜了，联考失败了，所以呢，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去找他。但是我知道呢，他聚会的地方就是现在台北的社会所，台北的社会所。所以有一天早上呢，我自己到台北社会所去，刚好有个老弟兄在外面扫地，一个黄弟兄，黄老弟兄。他就问我，我说我要找我的同学，是他跟我传福音，所以间接的来说，他没有跟我传福音，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而且知道他在哪里聚会，我自己要去找他，然后呢，借着个老弟兄跟我传福音，所以我就得救了。所以话说来，其实没有借着他，我也不可能得救。但是他如果早一点跟我传福音就好了啦。对不对？我这个歌在主的手里，我十八岁得救。我的意思是，你有好朋友，你都有好朋友，对不对？他既然是你的好朋友，你应该有负担跟他算。对，花五分钟告诉他这五节四节圣经，跟他传。当然啊，人得救在主的手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非有祷告不可。传福音绝对不是靠我们的本事口才，也不是靠人际关系，也不是请他吃饭请他喝茶就能得救，完全是神的大能。那神要运用的大能呢，神自己要做，那神要做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这里第二点就 make a list of friend and relative. Okay. So from today, you should make a list. 你应该有一本，你有带，忘记带了，我一本笔记簿。我把这一年半在斯里兰卡遇见的名字啊，一直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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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也有访问很多地方啊，也做很多家聚会，看望圣徒。如果去圣徒的家，我都会印一张呢记名单。这个记名单呢，本来是看诊用的，是病人登记用的，我拿来当做记名单。这是一个记名单，这是英文跟那个泰米尔文的啊。Name, age, sex, day, religion, church, telephone, cell phone, email, address. Others is a family member. 所以我请他记个名，然后你家里有几个人，大大小小也都记在这里，几岁，然后记名就是拿回来带到。所以满满的 name list， make a name list by yourself， and when you visit anybody also request him to give a name list of their family。 就你带一个人接触一个人，特别是得救或者是敞开的，你一定要请他记得啊，最好他家里人的名字，家里的成员的名字也都记下来，因为我不只要得一个人，还要得着一个家，所以呢，就是只有一句话 ，make a list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第三点 ，pray with the economical spirit for three of them。That the Lord will open their eyes and turn them from darkness to the light, and from authority of Satan unto God. They may receive forgiveness of sin and be regenerated by the Spirit. 这个圣经节啊，你们回去自己查就好。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他们祷告，先选三个人祷告。所以呢，你需要有个名单。你周围的同学先记十个人，在你面前祷告，记十个人，然后选三个人，先为三个人祷告。祷告的内容这里写得很清楚，祷告什么呢？祷告什么？就是照着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彼得保罗奉的差遣。祷告的时候要用什么呢？要用什么灵啊？经纶的灵。求主啊，开他们的眼睛，求主将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转入神，使他们能够接受赦罪，并且借着那灵重生。这个就是代祷的负担。你要把一个人一个人名字摆出来，你说主啊，纪念你。亲爱的建华，那你很健哦，对对对，应该就是雅金，是吧？今天李雅金他身体很弱，是吧？是吧？请你啊，开大的眼睛，将他从黑暗中转入光中，使他身体能够健康，脱离黑暗的权势，转入神，是吧？使他得着赦罪的恩典，使他在灵里重生。主啊，请你纪念李雅金，就这样，也不要多，也不要长，也不要啰嗦。你要什么，你为他祷告什么，主就会做什么。听懂吗？所以这个是传福音前的准备。第一步是什么？诚心，对不对？使我们借着享受主丰富的话，在灵里被加强。第二步是列出十个同学的名字，为他们代祷，但是要选其中三个人。哦，你们都有这个干嘛啊？非常好，感谢主，这个我带回去用，我跟你们学。那祷告的内容就是这个，主啊，纪念李雅金同学，有没有？
是吧？纪念这个见完一个就了，还有一个就救了，反正你们都知道什么名字是谁。好，那么再来就是啊，出去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OK， 第一句话有一个字，我最喜欢这个字。下面那一句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是吧？这个字是什么？啊，去，门徒出去，到处传道。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刚刚那句就是这样的，我没有背错。去，门徒出去，到处传道。当你出去遇到人传道，遇到人传福音，遇到人讲人生的奥秘，遇到人告诉他人生的意义，遇到人跟他传主耶稣，耶稣基督，遇到人叫他呼唤主名，遇到人传耶稣基督为福音，主与我们同工。第一，主会与我们同工。第二，用神迹随着。神迹是什么意思？就是证实我们传的道。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你啊，我们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你看脑神经科可能有效，但是祷告也很有效。我们主耶稣是好医生，所以我教你祷告。啊，主耶稣啊，你，主耶稣啊，我把病交给你，把病交给我，求你医治我的病。医治我的病。阿门。你回去也记得祷告这两句话哦，你先试试看。祷告看看，我刚刚叫了两句话。耶稣啊，阿门。求你治我的病。你回去哦，要照着这样祷告。有神迹随着。阿门。主会医治你。阿门。阿门。好，下次看到我的时候，遇到我的时候，你告诉我主怎么医治你，好不好？你这样。这是很有信心的，好啊，啊，雅静，我没有碰面，我没有碰面了。你回去有没有听到啊？有。有没有笑啊？有一点。回去继续祷告。阿门。你怎么祷告的？好，我告诉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先认罪。好了，说主耶稣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医治我的病，回去再试试看。好，好，下次再告诉我。哎，雅静，我们要见面了，怎么样？好多了啊！耶稣有能力啊！你看那个麻风的都可以得洁净，瘫子都可以起来行走。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就可以听见，对不对？所以主会医治你，报应。你知道，不要小看这个报，这个报就是爱你的关心。人的病90%啊，是借着爱你的关心可以治好的，相信吗？因为现在人生病，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孤独、孤单、忧郁，造成免疫力下降，所以你为什么得感冒？这是有原因的。我没有看到眼睛。你回去有没有认罪啊？有。有啊。啊，你认罪之后觉得怎么样？放没有平安。喜乐就是良药。啊，感谢。我唱一首诗歌，
下面你要教他怎么样唱喜乐的诗歌，让喜乐的灵充满，好不好？这是我见证，是我诗歌，赞美我救主，众生欢乐。这是我见证，是我诗歌。
也可以这样传福音。So bring your Bible, bring your the mystery of human life. 然后呢 ，find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them about Christ and to witness what He has done in your life. 找机会，怎么样呢？向他们分享关于基督。分享关于基督就是关于基督的身位和工作，介绍主耶稣的名是什么，对不对？他为我们做的事，他的死，他复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 share with them about Christ。第二点 ，witness what He has done。感谢弟兄，感谢主。你祷告，你祷告非常清楚，对不对？对对。主耶稣是活的神，对。所以感谢主，这是你的经历，也是你的见证。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耀威同学做一点见证的话？我传福音，我负责讲。关于主耶稣的生活和工作，那你负责做见证的话，要为他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第三天复活，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们呢，雅静弟兄最近有个经历，想要跟你分享。我的头。Share with them, concern your experience of Christ. 跟他分享。